它是做这种双排扣，然后一样啦，大衣一定要有口袋啦。你看你需要拍照啦，还是就是要气势哦。袖长的部分，我觉得大衣也不能做太短，所以我们一样是在非常标准的一个大衣的长度。它手袖超美的，是做这种宽版式，非常非常大气的设计感，四颗大扣，再配这种宽带，里面一样给大家一层内里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它的厚薄度大概是这样，它也是软料的，它也是软料，所以我觉得大衣能够做到轻盈，但是又要能够保暖的，真的没几件哦。后面的开叉真的是真心大推，因为我觉得叉位是一定要有，这件 S M L 都可以穿，你可以把它扣起来。然后呢，你呢，如果家里有腰带腰封的，有些人会再把它束起来，就是有穿那种就是很大衣气场，有腰身的感觉。千鸟格的部分是万年不败啦，明年今年拿出来，保证全部都适用。它就是长大衣哦，所以如果小个粉丝喜欢，越长越好看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长度会不会越来越长，我穿起来会不会很矮，它就是一件长大衣哦。